这四盆向日葵上盆已经有三四天了，现在就可以把它们搬出去正常养护了。这个向日葵缓苗成功之后真的要及时搬哦，因为它们是很喜欢光照的，如果长期放在这种阴暗的地方的话，它们是长不好又容易徒长，所以现在赶紧搬。我就把它们放在这个地方来养。这个向日葵想要让它长得快开花旺的话，就要把它放在这个阳光充足的地方来养。光听名字就知道它非常的喜这个光照，向日嘛，对不对？每一次开花都要向着这个太阳开。这个地方的话应该算是这个露台上面光照时间比较久的地方，应该有六七个小时，因为这里是抬高了的，所以这里晒的时间就会更久一点。而且这个地方通风也好，养向日葵的地方通风也是要好一点的。